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一样由我们的潘良华议长带来演讲哈，请大家用掌声欢迎，谢谢。刚刚听秘书长在讲了，我们有两位不一样的同心，一个要听闽南语，一个要听北京话啊。那我现在这样了哈，协调一下，我用讲的讲闽南语，按你看这个北京的那个汉文，好不好？好 ，OK， 这样应该，因为我这个有文字叙述哈，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得懂哈。OK， 好，安尼我也是用闽南语啦哈，注意闽南语唔是台语哈，这个观念爱讲，我大概了解哈。好啊，咱来讲到这里哈。那么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哦，起头的都是什么人？好来，就是1999年，哦，这个五七到中华民国民进党，因开一个台湾监督国际文哈，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哇，啊，这阿扁也准备代表民进党要选2000年的总统。为着要摕中间选民的这个选票，变质出啦，啊，就有食咱的。你安尼用啊，按咱伊妈读安尼吼，敢那无感觉啥？但是阿扁啊，是我那法律的专家呢，伊唔知影即句话讲的严重性。李登辉阵敢那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哦，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你要阁看会出，讲中华民国本来唔是伫台湾哦，伊是伫别个所在走路来台湾。迄，那个流亡，迄，那个分裂遗迹，要看会，要感觉会到。李登辉就敢那讲到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到阿扁啊，哦，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中华民国。你若要出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计较。这连卖都无卖，直接用上的台湾准变中华民国，对不？你讲无卖一个较好计较，咱来大家来分哈，嘛较甘愿，准直接用上的上我中华民国啊。过来，2011年10月7日，蔡英文代表中华民国民进党要选2012年的总统，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伊演讲的是伫。这个10月7日，伫高雄的罗岗公园演讲，伊嘛安尼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李登辉佫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哦。迄阵蔡英文是等于李登辉提拔起来，伊背叛李登辉的讲话，李登辉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府，啊，伊甲讲唔是啊，即卖是咱台湾的政府，哇，夭寿！甘阿扁也同款，无卖直接用送的，送我中华民国，吼，哦，你作者哪里？吼，哦，好。我请问，你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请问台湾独立纪念日对一讲？那您所谓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请问台湾国独立纪念日对一讲，无人讲会出来。好来，过来，那么你要独立，要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有人讲为中华民国，有人讲为阿强啊，有人讲为美国，拢唔对。咱的母国大日本帝国，好，哦，所以无人讲会出来。这独派台湾这独派拢讲袂出来。中华民国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抓头抓尾拢无名，因连去参加旧金山和平条签字都无资格。哦，所以这台湾人吼，哦，读个拢无清楚哈，哦。好，那么咱来贴发。中国人文字的巴义，哦，当我咧讲，中国人做啊讲好听的话，
讲水亏的，啊做的拢做，无错的哈、哦。那么咱以国共内战的文宣哈、哦、来做一个咧，迄阵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哈，迄、哦那个跟毛泽东的红军咧修建哈，蓝军、南军甲红军咧修建，啊建书，啊但是建书吼，因、哦、的报纸，伊中央的东部咧报吼，报价呐嘛敢那建尔咧，那建书爱撤退对不？但是伊不爱讲撤退，撤退是越洪勇安尼走嘛哈，爱、哦、走路啊哈、哦，但是伊不爱用撤退这两字，伊讲转进，讲转一个方向。前进，安、啊、对吧？哦，作个单位哈，伊、哦、讲我军转进神速，一个攻击神速，嚯、哦，速度照刚才飞了。我军转进神速，一击全力，嚯、哦，一公里、千公里啊！啊，你话你走紧无？照刚才飞哈、哦？啊，你看跟他作牛啊！我军转进神速，哈、哦。一日千里，共山东军弱不服啊！共军追赶不及，安尼，啊，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你安尼向人家踢过哦，嚯，足牛诶！唔知影讲是战败啊，吼。好，过来因，那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两个名号哈，伫媒体上的运用。歹空的拢用台湾的名，啊好空的就用中华民国。比如中华民国跟柬埔寨这个国家建交，啊呢，啊那断交呢？台湾跟柬埔寨断交，哦，歹空的就用台湾的名，啊呢。好，所以咱来知影讲中国人做啊生意，尤其啊。讲一个，讲一寡呢，较模棱两可吼，互咱台湾人读解戆的吼，阿蛮有骗你吼。你若咧看新闻的时，你不是爱甲，那报中华民国时，你甲台湾的名加入去，安尼你看了较清楚啊。啊，若报台湾，你甲中华民国甲创了，安尼对啊吼。过来，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言辞吼，咱一寡话拢讲了足惯势啊，你唔知你讲唔对啊，但是。咱一个一个来讲吼，咱常咧讲外省人，你若讲外省人，安尼咱就去变本省人，啊，咱变人的中华民国一省呀，安都唔对呀，吼，所以袂使讲外省人，因为台湾敢那两种人呢，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正港伫台湾土生土长，自恁阿祖迄阵就拢住伫遮，村内拢叫做啥？村里拢叫做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原来是属外国人，安尼就作个分啊。所以无外省人，吼、哦，你唔好讲哦，食外省面有无？啊，即句唔对，咱来改做啥？外国人，啊，外国人原来还可以啦。正讲诶，因是中国人啦。咱所谓你讲诶，迄外省人其实是中国人，哈、哦，因诶国籍叫做中华民国国籍。所以简称叫做中国人。好来，专姓嘛唔对，要哪改？咱常咧电台咧听讲，专姓药房拢有得卖，有无？专姓服务站拢有咧给你服务，有无？好、哦，咱拢讲到作顺呢，唔对。你若讲专姓，咱是个中国的一姓啊，是不是？好、哦，啊要哪改？有的人会讲全国，对不？啊，对。全台对了，你若讲全国阁唔对，因咱台湾唔是国家，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呢，吼、哦，一个地区，大日本国的一个地区，敢若大日本国的北海道，大日本国的琉球，吼、哦，啊，大日本国的台湾，吼、哦，所以爱改全台湾，啊，袂使讲全国，吼、哦。过来，大陆，哦，咱若讲，不止嘛咧讲，哦，比如你甲你外国朋友讲，啊、哦，美国朋友讲。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一礼拜，你这个美国朋友一定读到就了。嗯，到底你是要去对？因为呐，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啊：北美洲大陆、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
大陆、欧洲大陆、澳洲哈、澳大利亚哈，搁一个亚洲。美国人就想讲，啊，当你去买这六个大陆，你是要去对着佚佗？所以讲大陆唔对啊，爱讲啦，哎，标准单中国无唔对。你若讲我要后礼拜要去中国佚佗一礼拜，真贵，大家拢袂带咧上几波。好，过来，省道唔对，要哪改？你讲中冠线线吼，中冠线对，啊你佚佗中冠线吼？那现在讲有中冠线吼，就是中，我讲大清来甲咱管212栋，有够笨手。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212栋呢。日本人1895年来了，开差不多十栋的时间，都甲家人开一条路开到屏东，敢那村西里大大桥，要咧做桥墩，因为迄个桥太宽了吼。啊，但是有迄个便桥，吼，若无做大水，迄个便桥拢要会通。人开十栋就。做好啊！我做大清真啊，很混，有够混，哈！啊，现在就是日本人开的。那么，唔是咱咧所谓讲的现在，因迄阵叫做啥？台湾第一条路啦，纵贯南北的一条路，叫做纵贯线。台还有人叫做台一线，台湾第一条纵贯南北的道路，叫做台一线。爱讲纵贯，就是讲由北到南拢会通，纵贯吼，拍通的意思，贯通。啊，所以那迄个乌道咧佚佗讲，南北二路拢会通，我叫做纵贯线，我佚佗纵贯线，就用这句话吼。所以我拄来问你讲，啊，你是佚佗纵贯线啊？爱改台线。那么我细汉，阮车对面吼，阮一个。一个较算较少年的小姐吼，伊去日本有甲算日本进口买奥多麦吼，我早期有进口奥多麦了，算像即马灾变如的意思安尼啦吼。嘿，啊、我看伊嘿早时啊用水咧加伫奥多麦，我哇、啊、你这奥多麦食水哦，因为嘿阮咧日本进口，阮咧食水就会走啊，搞骗啦，好。尾仔才知影讲，较早奥多麦爱用水冷式，像咱即卖车嘛爱用水箱咧冷冷却个原因。啊，迄阵个伊台奥多麦往那加水咧做冷却个，好许骗你。啊，所以吼、哦，如果你若伫台山电管，你若开车往那加水会走吼，安、哦、尼你叫省道我都无话讲啊。啊，你若加汽油咧走的吼，你袂使讲省道吼，原来爱讲台线，吼，安怎样吼？好，偷渡客，偷渡客唔对，变哪改？正讲个名咯，有人知影变哪改无？咱拢讲电视报纸拢讲，哦，即马搁伫屏东海边啊，掠着几个偷渡客，爱送伊啥物新竹个啥物进入啊啥吼？啊，嘛有一位新竹的南寮渔港，渔港偷渡起来。因为迄阵20几年前，台湾钱银卡北，中国足侪查甫拢为平潭岛吼，坐渔船啊偷渡起来台湾来遮拍工。有人知无？这个偷渡客啦吼，这个罗金啊钓，安尼连工咱啊等于咱刀，锁匙拍开门，哎、欸。他那伫内底偷点物件，袂误走，啊变呐，爱甲拍招呼，小偷客你好，冰箱有凉啊，你有摕开食无？因为犯罪，偷渡是犯罪啊，偷点物件嘛犯罪，啊偷渡犯罪，你甲叫偷渡客，偷点物件犯罪，爱甲叫小偷客，安尼对无？所以。偷渡客唔对啦，偷渡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你若要来人个国家，爱申请签证，
有摕到这签证，你唔该包括你护照，安尼去到人个国家，所以偷渡客唔对，爱叫做啥？偷渡犯嘛，做简单嘞，吼、哦！啊，是安怎来叫做偷渡客？大家讲到安尼作顺嘞，就是迄阵中国人伫台湾拢做主管，副官台湾人咧做，警察局局长中国人咧做。啊，所以因掠着因中国遐来，迄拢因的亲戚、因的人客、伊的朋友，所以因唔敢甲讲号做偷渡犯，甲叫做偷渡客，是安尼来的。你看因的心态，就是因看迄边是共国的，伊看咱无共国，吼、哦，所以走来咱家，因当作迄是人客，所以叫做偷渡客。好，咱即卖要甲一个人来讲。啊！你民国几年生？啊，即卖是民国几年？哇！啊，这边哪改？好、哦，对了，这较简单，改做西元。啊，你要哪甲中华民国的年号？比如你五十，中华民国五十年出生，啊，你若要改做西元，你甲加十米就对啊。你就是1961年生，好安尼，做完哈。好，过来。台湾总统陈水扁，这句唔对，要哪改？有人知无？其实真简单，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选一个总统叫做陈水扁出来。陈水扁参加选举的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选出来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包括李登辉嘛是哦，李登辉。唔是台湾总统，伊是台湾人去参加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选举。好，好，过来，台湾退出联合国唔对，免哪改。头拄我讲，派空的拢用台湾的名对无？都，我潘良华，我的名。我从来唔捌惊你们去间房间，吼，比如讲一个房间，我从来唔捌惊你们去房间。啊，你讲看到我位啊行出来，安尼叫做啥？看到鬼。台湾唔是国家，所以台湾就从来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台湾无加入联合国，哪会讲向位联合国提出来？无可能。是蒋介石的代表向赶出联合国。中国迄、那个牌啊，迄条刀啊，甲伊啊，拢要伫联合国，无换，只是换一个新的代表入去。以前联，较早1971年以前，联合国承认蒋介石的代表是代表合法的中国。那么1971年以后，10月25、27、28号国际文决定落。把蒋介石赶出去，啊，邀请毛泽东派代表来伫联合国坐一条椅啊，对啊，吼，好。过来，1979年，美国跟台湾断交，这个唔对，安怎解？我头拄啊讲过，那讲中华民国，你把台湾倒去就对啊，啊，那讲台湾，你把中华民国倒去，就对。台湾唔是国家，就无可能去跟美国建交，因为你唔是国家，就无外交来往，所以是中华民国去跟美国断交嘛。安尼知影无？所以你看，那断交就用台湾的名，你看，好，好，中医，中医唔对，要改啥？啊，汉语对，甲进入日本人嘛，还阁用汉语这个名，是蒋介石咱早期嘛是拢讲要来看汉语，蒋介石来台湾了，才开始改，讲改汉改中医，因为伊中华民国头前提头前去讲，叫做中医。啊，那万一咱有一个国家，吼、哦，叫做吴国，吴。啊，都无医，都无医呢，包死的呢，吼！所以是汉语无唔对了，吼！
好，过来啊！雷公拢讲歹人，即句伫台湾唔对，要哪改？有人想无？伫台湾雷公拢讲啥物人？来，我讲你听。你敢捌食过伫中国流亡来台湾，即中国人布条啊、挂条啊、下米出来，互你食？你捌食过无？我可能拢毋捌食过。因来拢做公务、军公教，拢差不多做即三项，拢是咱的士大人，阮的老爸老母因哩带种条啊。挂起，佮拍甲打打，交去河龙的，佮转送去灌区。吼、哦，因个水电工有诶免费，有诶半价。吼、哦，所以拢是咱咧士大人咧布条啊，咧顾只田园，生产粮食咧互因食。透风落雨嘛爱去做，所以透风落雨，雷公讲来拢讲了咱台湾诶农民，所以雷公拢讲台湾人。对不对？啊，落雨，但雷公遐中国人咧做咧创啥？因伫眷村这难民营内底咧包水饺，咧拍麻将。伫厝内雷公讲伊拢讲袂得，所以拢讲伫风高野外咧过田园只个咱个台湾人哈。好，来，不要。把目的当作幸福，其实伫恁阿伯来遮上，吼，伫张阿伯来上进前，你做个代志，我若无讲，你嘛唔知，啊，你会感觉足幸福，哇！伫台湾即马足好个，要食食也方便，吼，西门里咧门在超商24点钟开，所以足个外国人来台湾感觉好，足方便个，随时要食物件拢有。我35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吼，讲暗时啊买400公斤，哇，人拢关门，人因6点800公斤就关啊。啊，咱台湾迄阵拢开到10点，有无？800公斤拢开到10点，啊，有宵夜好食。日本要食宵夜足困难的，吼、哦。啊，所以人一工做8点钟，生活就足好过啊。啊，咱台湾人好，透早拼到暗。只要有钱赚，三更半夜嘛咧走撞，啊！所以台湾人咧有钱，但是生活品质作歹，未晓开钱，干那会晓趁钱，啊，趁但咧佫捞立足个税金去饲遐中国人，哈、啊。那么我来讲一个故事，有两个兄弟啊，吼，古早时代，迄阵无闹钟，啊，是两个兄弟啊咧抬猪啊。啊，拢两个约束讲，先醒就爱叫对方起来，吼、哦，哥哥先醒就叫起来，啊，弟弟咱起来，做来抬猪哦，安尼。今嘛抬到差不多40-50岁，这个兄哥甲我讲放下这个刀刀，要立地成佛，哦，无要搁抬猪啊，无要杀生，开始食菜念经拜佛。啊，弟弟继续抬，啊，所以两个。哥哥若醒起来，就起来叫弟弟弟来起床哦，好通去抬猪啊。啊，若弟弟醒起来，就讲哥哥起床哦，起来念经拜佛咯，安尼。结果两个人拢百岁年老死了。这个哥哥食菜拜佛嘞，落地狱；不敌抬猪上天堂。所以这哥哥伫阎罗地府，含阎罗王的。甲避免就讲，啊！我食菜念经拜佛，我哪会落来地狱？阎罗王，啊！你都，你是毋是拢做歹代志？你拢起来，透早起来，叫恁弟弟去抬猪，叫人去抬猪，对不对？伊讲好哟，然后你都怀着好心做坏事啊！啊！弟弟上天堂，他是怀着好心做好事，伊好心起来给你叫，叫你哥哥起来念经拜佛。这下个准点名，吼、哦！所以恁长以前有你的亲戚朋友，
鼓励你来这上台湾民政府的法律的训练哈，你也感谢你这个朋友，伊是怀着好心做好事，让你来这了解台湾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地位。那么，但是也有你的好朋友会甲你懂，我唔通让你莫去哦，迄台湾民政府迄诈骗集团，这款呢，何止啦？怀着好心做坏事，你若因为安尼无来，你真相你唔知，真正正港的台湾历史你唔知，真正正港台湾人的悲惨你唔知，你哥在活在幸福快乐当中，所以不要把无知当幸福，好，我意思是安尼，好。那么真侪人拢讲啊，我是无党无派，假清哥，所谓无党无派，真侪人其实就是讲较歹听，敢若墙头草徛伫。中啊，风吹两面倒，那吹东风倒西边，倒西边吹西风倒东边。看书办书迄款呢？迄哎，再讲叫做投机分子、投机分子啊。来，讲我无要插政治啦，计高尚。台湾人就是迄种台奸管，台湾四百年来拢互外国人咧管，所以若有台湾意识个有。台湾志气的，有台湾心的，拢会起来抗暴；有读到有思想的人起来反抗，这些人拢向台掉，一届一届一届台。所以到尾啊，遐较强悍的基因，平地平埔族的强悍的基因，差不多拢台掉去。即摆要从高山台较无台较无得，所以高山族。日本人原来迄个高山族惊着，日本人要来打台湾，要起来接管台湾，开十年的时间，才把台湾所有的乱拢平定。但是甲午战争，大清遐大个国家，北洋舰队，无几点钟，吼、哦，规个北洋舰队拢拍败，吼、哦，啊随。东北那边有日本军给占领，啊！你也想，所以你看啦，安尼两边对比，迄当时的台湾的战斗力，连日本人惊着，哦。所以人日本人才开始发明讲用酒来麻醉这高山族，这高山族大家做个啉烧酒的，哦。啊，啉了肝就歹去硬化，所以因的边境的寿命差不多五十通岁呢。所以，因伫立法院要求讲，因只要55岁，就会当领老人年金。啊，平地只一般爱65岁，差10岁。什么原因？就是因的寿命伤短嘛，拢全领袂到啊。啊，迄阵因高所的立法委员配合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合作会去通过这个法案，有包括有条件兑换啦哈。所以因高所吼。就55岁就领老人年金哈、哦，啊，咱台湾人迄种教时教讲，吼、哦、有耳无嘴，吼、哦、就是卖插政治，崩家遮寡话兼讲，啊政治卖插，啊拢去头拄啊，毕尊长嘛讲，拢去读医科，无人咧读法律读政治，吼、哦、大部分拢要求讲囡仔若够读者，拢去读医科，会趁钱多啊，剩咧卖管。你看，政治是公共事务，中国人，包括日本人，伊无爱让咱台湾人插，上个你拢莫插，啊，我来管你，官拢我来做，拢我来，啊，你拢做老一般老百姓，啊，我来管你得，啊，咱就继续拢希望人管。那么咱台湾民政府要训练咱这成员，就是将来咱话，咱要来管咱家己，咱要自治，和台湾自治。再来，咱来看，为中共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东西就不是好东西。所以咱拢没人，那有些咧，你小妹拢会讲，你算什么东西？有不？表示讲有歹代志咧发生，所以用你小妹啊，你算什么东西？无人咧讲你算什么南北，无人咧讲对不？拢讲东西。好，啊，这为中国来咧卖物件。是啥？咱来等下来看。啊，首先我要讲，
咱台湾嘛有出产金蕉甲山啊吼，足品质足好，足芳足甜足好食。所以日本人做来甲咱买金蕉甲山啊。所以咱台湾的金蕉若送去日本卖，若伫台湾一斤二十，去到日本咧卖拢三倍，才六十块起条，足好价。啊，若咱甲咱的金蕉甲山啊，甲送去厦门去卖，福建厦门卖无好价是安那？厦门毛山啊，毛金蕉啊，因土地俗、人工俗、成本俗，所以伊种出来。咱若白卖二十块，提遐我人甲卖二十块，了钱，无人买因啊，因十块卖啊，吼、哦，因的成本低啊，所以因十块会赚。咱照成本去遐卖，加运金，咱遐卖好。但若日本的迄个啦，来啊，苹果，若送来台湾卖，嘛是三倍价价。伊遐若一粒，比如三十块的苹果，来到台湾一粒拢头一百，富士苹果拢变头一百块，三倍价价。啊，这代表啥？做生意，你也看，台北猪啊，这里卖啥？叫做南北货。从三皇中街。伊咧卖嘛是叫做南北货，无人咧卖东西货，哈、哦，没有人在卖东西吼，好、哦，安尼就怎样？东西就不是好东西，爱卖南北的哈、哦。好，啊，为中国来，我上敏感的，阮屏东好日头足大粒的，小雨，啊，我若寒天来遮，不是感冒，啊，不是喉咙不舒服，你看像即卖天气就较烧热，我就较袂遐搞啥，无以前若寒天我来，寒天佫加一个迄、那个。沙尘暴，那个雾霾，吼、哦，啊，第二就是寒流，我对寒流做感冒啊，我不是来遮就感冒，所以我对中国来寒流我做感冒的，哎，第二个沙尘暴，啊，前来十几年前开始有沙尘暴，佮以前无呢，这就是毛泽东这个哦，这个造成啊，以前哦，跟苏联拍歹感情了，啊，佮讲要。超英赶美喎，反苏修，超英赶美，要超过英国，要超过美国，啊，所以用人民公社，拢起土楼，要土法炼钢，土法炼钢，吼、哦、啊，人民公社附近的树啊，厝厝咧做茶咧行，厝了了吼，遐、哦、大丛树啊，是有水土保持的功能，吼、哦，落大雨，有大树。中秋、小秋，搁下矮灌木，搁草皮，吼、哦，安一层一层新，袂直接雨接到土骹，喷做土浆，对水流去。啊，遐个树啊，错了、死了、土，遐根一直烂，烂到尾啊，本来遐根是甲土板掉嘞，遐土拢无根通啊办啊，遐树根拢死啊，所以开始沙漠化。啊，开始起大风，东北季风啦，起来时起风就飞沙尘暴飞来到台湾。啊，这四五年，我搁加一个雾霾，我最上食的。这就是足侪有毒的化学的物件，吼、哦，也是污染。因外国人先进的国家不爱生产的物件，化工的物件，吼、哦，酒化产品，会造成污染的这物件。外国人不爱生产，拢落订单叫中国去上生产，因为中国变作全世界的世界工厂，所以中国人为了赚钱，真的爱情死好，所以应该你即马食着惊。去年敢若十月份，伫北京要开这个 APEC 这个会议，啊，这敢若全世界拄啊这个共产的专制这个共产党有法度做。下令要开的前一礼拜，北京所有的工厂拢停工，车干那分单号甲双号的，一工会当。那单号一工就单号的车驶出来，双号的迄工双号的车驶出来。拄安尼一礼拜后，真啊，北京的天顶变蓝色的，所以用笑讲，这个叫做人为的 APEC 蓝。拄迄几工空气好呢，春风摆。啊！即个所有工厂所，尤其即卖雾霾上严重，就是北京地区、甲上海，即拢大都会哦。啊，即嘛飘来到咱台湾呢。啊，即款物件输了吼，
真侪拢不可逆转的。哦，啊，这雾霾四五年前就开始有啊，愈来即马愈严重啊。好，过来，啊，这电线工，伊先讲咱就失败，是安怎讲？电线工，如伫一六二四年啦吼，荷兰人来占领安平。同迄年，一六二四年，荷兰人嘛去占这个纽约，美国的纽约的曼哈顿，伫遐设一个港口，叫做阿姆斯特丹。好，啊，另外，差不多三百几年后，三百八十三年后，纽约今嘛变全世界上大、上富裕、交通上方便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舞台中心。啊！荷兰人迄阵共迄个年过来安平，迄阵造成安平吼、哦，就是一户二落三万家，伊算第一大，那伫台湾地区算上大。但是你看即马，台湾即马有六都，第一都台北都，第二都高雄都，第三台中都，第四较台南都。台南伫台湾拼第一名都无，都拼无。变到第四名，人曼哈顿迄个所在，即马变全世界第一名。所以，若卖电线工去把荷兰人赶走吼，咱真去拄啊像头拄啊讲的，比如你讲，咱三百几年来拢跟荷兰人混血，你知影混血的女孩子水查甫的缘投对不？佮高强大汉。头毛阁红红，迄阵咱讲阿毛番嘛，荷兰人讲阿毛番，因咧用个土叫阿毛土嘛，吼，对无？啊，到时目睭拢落落，讲话拢讲荷兰语。即马开放阿公阿来自由行，啊来遮观光有无？大家来拢要看咱台湾人，拢爱小可头爱举观光，因为拢一百八十以上。嗯，哦，啊头毛拢讲金红，那毋是红红，就是安尼混。混色啊，目睭阁落落，阁拢讲个毋知啥物语言，听拢无啊。即台湾一定毋是咱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袂阁讲台湾是中国新疆袂使分割一部分吼、哦。所以就是即块啦，即块啦，即块莫来吼、哦。咱即嘛，荷兰是排，我昨日讲荷兰敢排第四名吼。联合国调查人民的素质甲道德是全世界排第四名，第一名日本，第二个美国，第三法国。第四荷兰嘞，啊！你来注意看，这四个国家敢那拢跟咱有没有关系？日本管过咱，美国即马咧占领台湾，法国迄阵日本险啊用一个法人甲台湾卖给法国，荷兰来台湾管三十八档嘞，吼、哦！所以咱若有荷兰管，咱即马是全世界排第四名嘞。若有日本继续管到即马，咱是第一名的。有够衰，比如买啊第二名，一百六十八名，一百六十七名，诶，中国怎么来咧甲咱管？咱好在咱有日本时代拍落来底，所以咱了还撑得住。好，台青时代迄头拄啊讲诶，来两百十二档很混，台线都做袂好，中环线都做袂好，所以这就免阁讲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咱若过去若跟中国行做对，拢是上落后、上黑暗的时阵啊！吼、哦，那么我开用即句啦：中华民国害台湾，若要蒋介石因遮来吼，咱今仔袂遮惨。咱若直接许美军占领吼，咱早晚就像琉球同款，咱回归日本啊，咱等于伫日本啊。所以伫蒋介石来吼，较害人呢。我过来讲啊，即个臭在臭一头啊！我少年就捌听老的咧讲哈，美国太无爱甘愿，阮甘愿新疆迄美国欠的迄两粒原伫广岛长崎迄两粒原子弹，嘛袂瘾新着即粒臭一头。人讲到甲中期吼，二三十年后因重建就好啊。你看，即卖广岛长崎嘛是真富裕、真经济、真清气。
迄、那个日本的那个呀，哦，我十几年前去的是，哦，那个呀，迄阵是工业，工业城市，所以美军迄阵就是世界大战，轰炸机拢去啊，甲规个那个呀，吼、哦，炸甲密密麻麻，那个呀，诶、欸。反正汉门叫啥？奥明谷，哪个？啊，横滨是约克啊嘛，哈。哪个还好？我去看，我讲，哦，台湾那台北市那做，我了做个遮水就好啊，哈。OK， 啊，都即个，甲即嘛，一个伊的遗毒，一个咧毒害咱台湾的少年呢。伊的当中要做在伫学校内底，包括即卖台北市。第一个建国中学内底要一身要滴个，吼、哦，所以这个危害台湾人足大，吼、哦，好，这拢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啦，吼、哦，好，时间有限，我讲较紧。好，咱来分析，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啊，啊这是鲍威尔迄阵伫2004年十月二五去北京访问的时，记者咧甲问的时，伊回答讲，台湾嘛，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好、哦，伊回答记者所讲的、哦。好，那么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境外的国内，哈、哦，境外就是讲台湾已经唔是日本的呀，嘛唔是美国的，哈、哦，拢是境外。美国人要来台湾，嘛要提护照；日本人要来台湾，嘛要护照，唔是国内线咯，哈、哦。早期台湾甲日本是国内线，但是即马譬如美国占领，煞变境外啊、哦。但是美国佫用台湾管理法，即、這个国内法来管台湾，所以我个号做境外的国内。啊，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暂时即马还佫予台湾治理当局来管啊、哦。来，啊，咱来分析讲，是毋是国家有国家认定的标准？第一，你要有领土。第二，你要有人口；第三，你要有政府；第四，你要有外交权。好，请问台湾国有领土无？有台湾天皇这领土无？无，因为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台湾有人口无？台湾国有人口无？歹势，即卖所有台湾人拢摕中华民国国籍的身份证，唔是你台湾国发的身份证，所以无人口。有政府无？歹势，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台湾国政府，不过有啦，阮有二十三个小朋友国家，今年哦，去年判刑三月刚判刑一个干毕啊，剩二十二，歹势，你甲摕建交公报出来看，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派出的外交官去跟人签的建交公报，唔是你台湾国派出去跟人签的，所以你无外交权，这四样拢无，都唔是国家，所以台湾唔是国家。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中国人；咱拢用汉字，所以拢是中国人。那这逻辑也通，安尼信耶稣拢以色列人，哈、啊？啊，那信释迦尼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哦，所以这逻辑未通啊！哈、啊，啊，那用汉字就中国人。韩国伊的韩文阿未发明之前，拢嘛用汉文，包括因的首都叫做汉城，啊，即马改首尔。到即卖日本嘛，要用汉字啊！啊，日本敢中国人？唔是啊。那这逻辑系统，安、啊、来用英语拢英国人？安尼菲律宾拢用英语呢？应该英国人？唔是啊。啊，好。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从哪边呢？因为陆海空军司令部会裁撤掉，干那改做剩指挥部。即卖215,000编制。会一直增进到上尾，剩超120,000人。这120,000人要用征兵的方式，唔，用募兵的方式，吼、哦，开钱叫你来做兵，唔是讲下一个文下令叫你来做兵，你就来做兵。哦，咱较早拢接到兵单，都爱去啊，吼、哦。那么你会想讲，嗯啊，三军陆海空无司令部，安尼，啥物人要发号施令？美国的太平洋的
伫迄个夏威夷，吼、哦，迄、那个总司令部，伊直接发号施令给指挥部，安尼。OK， 好。那么美国军事政府来入来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人员爱撤去金门、马祖，还是福建的平潭岛？啊，这平潭岛离台湾真近吼，伊拄啊伫这个福建南平迄个福清的外海吼、哦，有一个大岛。那么你看，今年十月三十，海峡平潭号吼，平潭到台中港首航，敢那三点钟就会当到吼，这只就是海峡号。啊，伊顶悬的船吼，这只船啊，会当载240台汽车。这个是今年哈，哦，十月七十海峡号平潭到台北港，台北港就伫遐管理迄个新的港口哈，台北港，这个较紧，两点半钟就到哈。伊这个会当载760个旅客，240台小客车。啊，今年运量8万人，而且呢，联合电子报伊甲你讲，为台北港出去的人会较济，因为呐，较早。然后，我着国民党军撤退时，大部分拢为家人扛起来，所以遐个难民拢住伫北高嘛，台北县区。所以将来为台北港处理中国人撤退处理，为遮处理会较济吼。那么，像阿美国讲台湾独立代表战争，哦，这真严重嘞。我咱来看吼，这是2006年5月份阿扁啊要去访问中南美的时吼。迄阵阿扁已经第二任嘛，伊无连任的压力，所以伊想要行，开始行伊家己路线，开始要行台独的路线，所以跟小布希等于去冲突。小布希甲美国这是麻烦的借着价啊 ，trouble make。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阿扁啊，迄阵要开始要做伊的独立外交哈。第二面是伊跟小布希配合到足好个，所以小布希予伊要去中南美访问个时，予伊飞轮机直接飞入去美国个纽约个本土，啊，去中南美，啊，而且伫饭店伫外口上火落车，牵咱个台侨阿舅挨杀住。但是即届呢，美国甲安排。可以去飞去阿拉斯加，阿扁也袂爽，讲我你要去啊，我讲甲皮皮煞，迄就是已经两个总统感情已经拍歹去，好，啊而且，伊开始要行台独路线，美国副国务卿就出来讲话啊，这个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哈，伊就出来讲话啊，哦，这是2006年5月13日讲的。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日前伫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和我讲清楚，台湾独立就是战争。伫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么率直把台独跟战争直接挂钩，这伫过去是足罕见的。好，而且伊阁继续讲哦，讲这是因为。我话话阁讲较白咧，独立代表战争，即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来拍台湾，甲出动军队就是要烧战啊！啊，台独代表战争就是要拍台湾啊！咱过几天了，台独就是战争，咱拢继续讲阿强啊要甲咱拍，唔是阿强啊抓头抓尾对台湾无主权。所以无资格发动战争。那么台湾是因为是美国的占领地，台湾的战争罪还未付清，台湾的最终的地位还未决定，台湾还阁是日本天皇把这块土地的管辖治理权交代伫美国手里，或者等于主权又等于美国手里，咧等日本天皇。派代表出来跟美国协商，看要赔偌济钱。战争者，你甲迄阵发动南太平洋战争，甲美国
派无人机船啊，甲人大美国大兵，这钱要赔，你还袂赔，所以暂时跌在我手里。就等于讲，我的手表我来摕来当连当，当三个月。这三个月，个月来这当店的头家，你也给我顾好哦。三个月来，我若提钱来买赎倒转去，你袂使甲我讲，我你的表迄个隔壁迄个阿强啊吼，迄个强盗甲我抢去，袂使安尼。美国要甲台湾顾好，今底下伫你的手里，你也甲我顾好。等一天我提钱要来赎回去，哦，你袂使讲迄个阿强啊退，安尼世界的老大哥你都免做。过来，现在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这伫2008年到2012年，流亡中华民国大选，咱来做业例。美国就足惊咱统独公投，阿扁啊，2004年就要创一个统独公投，拢要美国动，好，美国足担心咱台湾人读个无清楚。有一半，差不多千万人台湾人，迄个国民党洗脑甲变做中国人呀，所以伊拢无要你办公道，伊知影办会包输诶，无唔对，你看，2008年，通牌马英九含谢中廷，独牌谢中廷，谢中廷输200万票，2012年，小英哦，只小猪欠呱呱，气势足好诶，暗中稳赢。结果还输80万票，你甲想？安尼，那这个当作统独公投，咱两届拢输呢？安有吃力无？所以美国画下红线，不要你办公道。画下红线，你若台独就是战争，就是、美国可能美军直接就入来。好、哦，好。那么现在美国要阿咱台湾民众训练4000个人员，甲核发41万份呢？台湾政府是文件。迄当时，1945年10月25号，好、哦，根据麦克阿瑟一号命令，蒋介石派陈仪差不多1000名入来台湾，即军工搞人员哈、哦、来接管台湾。迄阵台湾人口600万，即马台湾2000要到要400万，差不多4倍，所以美国是讲你用4000个训练就好，读较清楚的。哦，台湾国际地位了解，吼、哦，来接政权。你若无来遮想，你阁讲要台独，啊，你阁跟美国避免啊，吼、哦。所以一定爱先训练4000个，读较清楚。那么爱41万分的台湾政府训练是怎啊？这你起码要有你的基本的支持你民政府的这个的人嘛。啊，嘛有台湾人，爱摕台湾政府训练代表你是台湾人嘛。本土台湾人，唔是中国人，是这个身份证发了，就是要甲台湾人甲中国人切落离，跳清楚，哈、哦，无咱即马台湾人去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到底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哈、哦，所以是美国，啊，即然后摕这身份证人，等于嘛是类似种子教官，处理会当替咱宣传台湾民政府的这个哦论述，哈、哦。过来，咱看第三题目：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的依据甲迹象。比如讲，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上的证明、吼证件、文件？因为一般人你来讲美军占领台湾，唔透话，我拢无看到美军。因为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美军已经撤离台湾了。迄阵要跟阿公啊。建交就有默契讲，美军爱离开台湾，啊，但是无完全撤掉啦。美国要去留一挂穿便服的军人，伫重要的雷达站、那个雷达站，还是监听站，吼、啊。来，咱来看，第一就是第一个文件就是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第二号，这个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在1945年8月17日，由杜鲁门总统核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在日本的东京湾那个密苏里舰
顶管咧签导航书，哦，迄天来发布命令怎解就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日本军的导航，甲日本伫台湾的军队的这武器甲收起来，哦。那么你也讲加台用的命令，因为杜鲁门迄当时是民军的最高统帅，那么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舰区的统帅，蒋介石只不过是中国舰区的统帅尔，所以美国总统下来的命令是命令蒋介石，伊派部队来台湾接管，哦，迄阵派陈仪派一千个来，哈，哦，好，那么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美国较有权利来分配民军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迄阵。北纬38度山，八度山以北就是北朝鲜，就是北韩，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是向苏联军中关东区的总司令来导航。啊，你注意看，头前有挂国个苏联，或者国家的名，但是和蒋介石头前无挂名，无挂中华民国，就是北纬。16度以上的北印度支那，北印度支那，哈，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啦，哈，包括台湾甲澎湖，是向蒋介石元帅来投降，头前无挂中华民国国名，因为呐，迄阵要头端，比如讲要代表中国有四个，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延安的毛泽东政府，啊个这个溥仪迄个满洲国、满洲国啊，所以唔知要用啥物人做代表，所以只有直接签名，蒋介石元帅啊。好，过来第二个重点，这个就是国际条啦，旧金山和平条，1952年。4月28日生效，伫前一年嘅9月7日签嘅吼，即，哦，有51个国家签，其中有48个国家相当于呢国会有通过哈，哦。好，那么伊第二条，美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嘅管辖治理权，将来干呐放弃，袂当挂出去，就是因为台湾已经伫1945年4月7日，哦，就前几工啊咧，台湾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台湾已经经过合法的国际程序，变成日本神圣未使分割的领土啊，割袂出去啊。所以只有伫旧金山和平条，敢那要求日本来放弃台湾朋友的地上管辖权呢？吼，哦，23条A 确定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个新闻。那么这个日本当然包括咱的日属的台湾，吼，哦，所以咱是拢包括伫内底，咱是拢由美国占领。那么美国去战后，美国亲身去占领美国，那个日本去四大岛，琉球是交予联合国托管，联合国还佫交予美国美军托管，哦，那么台湾美国占领，佫交予中华民国代替美国，哦，来占领。OK， 好。好，对日本的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的拟定，哈，哦，也是要跟51个同盟国咧协商。这拢是迄阵的杜勒斯咧主导，杜勒斯尾啊做甲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杜勒斯是美国总统所聘任，伊咧主导，伊咧分配，哈，什么人得着什么好康呢？拢伫旧金山和平条，拢协商写清楚啊，哈，好，拢美国咧主导了哈。过来，台湾管理法，这是1979年4月7日参众议院通过订立的。但是伊追溯到1979年1月7日生效，这是美国国内法。美国人的参众议院咧拟定这个台湾管理法，无牵咱台湾人参详，嘛无招咱台湾人伊啊做拟定、来写计划，无。美国进行拟定、进行实施，哈。这是美国因为伊依照旧金山和平条，伊是主要占领全国的新闻。靠权力，靠这个义务来定台湾管理法。咱唔捌听到讲有英国台湾管理法，还是法国台湾管理法，无，独独美国。
过来，咱来看，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六项的保证，这是迄阵美国要跟阿强啊要签巴黎公报，巴黎公报的时，迄阵台湾风雨飘摇，安那，这拄啊跟较早1949年国共咧内战，国民党要大败的前兆。美国在1979年迄阵，那1949年发布一个美国对华白皮书，迄个一个发布落吼，等于就是讲放弃蒋介石这个政权，所以国民党军阵规个士气拢崩去，所以拢无啥钱，拢咧走路。迄就是压垮国民党的上尾个那个一支稻草啊！啊，这个同款，蒋介石迄阵咧做总统，那么这个巴黎去公布开始咧拟定咧协商的时，国民党在高官拢知影，尾啊传到规个台湾拢知影，讲啊，美国敢若要放弃台湾啊，要去跟阿强啊签，所以迄阵足侪好野人，啊，包括台湾人，包括中国人，拢咧卖厝卖土地。准备要移民，要走咯，所以民心飘荡、晃荡安尼。所以美国，无迄阵蒋介石透过伊个外交系统去甲美国雷根讲，请你发布一寡保证，保证台湾安全。啊，雷根原来了解这个情形，为了台湾卖有动乱，所以雷根原来来发布对台湾六项的保证。啊，咱来看对六项。第二讲，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啊，你啊，1979年这头82年，三年前，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来到这，敢那要搁出卖台湾？所以蒋介石讲，因遐高官作烦恼，所以要求爱美国爱提出一寡保证哈。那么这里讲对台，啊，这对台，这个台是台湾治理当局，唔是咧讲台湾人哦，是咧讲台湾管理法内底迄个台湾治理当局哈。第三，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哦，迄阵。拢讲好，咱来靠美国，因为美国拢卖咱一寡好的武器来抵抗中国，啊、哦，所以呢，在美国爱有保证，讲继续会卖台湾敌对中国那个武器啦，哈、哦。过来，美国未修改台湾管理法，哦，真侪台湾人拢讲，哦，好佳哉有台湾管理法，是美国咧保护台湾的一个法律，其实唔是，正港咧保护台湾的，就是旧金山和平条。这个当然，我那保护着台湾，台湾人，但是当时嘛，去保护着中国人。旧金山和平条是干呐讲保护着伫台湾顶管这本土台湾人。那么来到这，美国台湾管的话，是保护只要你伫住伫台湾这个土地顶管的人，无论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拢受美国保护。安尼就唔是咱的本意，安尼因就永远拢住伫这，哦，中国人拢住伫这。过来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吼、哦，过来，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伊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所以美国自战后到今啊，从来官方唔捌讲。台湾的主权是中国的，无论是你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从来文件唔捌有这个讲法，所以你叫中华民国还是阿强啊，你提证件讲台湾已经转移主权，和你中华民国还是阿强啊，无这个文件，马英九提袂出来，蒋介石也提袂出来，甲这拢提袂出来，伊上届拢用开罗宣言甲咱骗啊，对不？开罗宣言是位阶作假啊！咱即摆咧讲的，即拢法律啦，吼、哦。
咱毋捌听过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还是承诺，对不？是咱美国都要甲咱保证承诺，这就敢若讲男女朋友有交往甲相当的感情啊，手牵手讲到婚嫁，吼、哦，一定有啥物关系啊？啊，你查甫要共娶，你就爱共保证讲，啊，你嫁我啦，我甲你保证，你若嫁我吼。比如讲，你食好做功课啦，啊，每一个月吼，拢5万块，你买化妆品啦，5万块，你买衫裤啦，安尼，甲你保证，好无？啊，男较要嫁你，一定有发展甲相当的关系啊嘛，吼。台湾就是安尼，咱跟美国上大关系啊，吼。所有台湾要做啥代志，拢爱看美国的眼色，好无？你是亚洲要发问题？哦，头家你怎哦？我咧，我继续讲你有问题。好 ，OK。好，过来咱来看美国核电的意义。你若选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吼，赚着拢来等美国白宫拍核电来。那无，敢那无遵守安尼。啊，咱来看2004年，吼、哦，这拄啊看较早。一般命令底下，蒋介石、蒋介石安尼，迄个文件同款，哈、哦，一脉相承的，哈、哦。2004年，三月二十，阿扁啊当选，前一天319枪击案，阿扁啊跟李秀莲拢同着拍着枪。迄阵，陈水扁有打电话互连宋，迄两个人合作伙咧选总稳赢，伊的得票率60%，迄阵民调。稳赢，阿扁也敲电话讲：“啊，发生重大事件，咱明仔载是毋是天机选机？这两个挡袂掉。你讲，哦，我已经办四年，本来2000年就讲要做呀，但让你做四年，无，莫停，明仔载继续选，结果开了。好佳哉，迄届吼，本来阿扁的气势无遐好，是李登辉发动228牵手护台湾迄个活动有无？”有去牵手的亚洲，我看麦，哦，无介济呢吼。迄当时，加起一片台湾人爱台湾的心，啊，佫听到阿扁的巴肚往开枪，吼、哦，大家含泪含恨嘛，要爱出来投票。总共对阿扁也袂爽的，嘛撞出来投。所以迄届赢偌济，赢20000+尔呢。啊，反转多赢10%+，赢0.228%呢，夭壽哦。大家都好，这二十八遐弯轮拢有出来咧运作呢，吼、哦，吼、哦，去加要赔哦，吼，赢甲足惊险的，所以哪样唔冤啊？就去霸占凯道，搁去霸占中选会，无爱学中选会去打迄个当选公告啊。所以连续一礼拜拢无白宫的贺电来啊，哦，迄阵另外咧等白宫贺电，迄阵就大家心哦。拢悬在半空中，吼、哦！啊，不然阿扁嘛挡袂牢。伊阵跟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秘书这个夏金，算交情袂歹，就请伊去问白宫，先那贺电阿袂来。结果白宫甲回答讲，贺电拢准备好啊，你等你中华民国中选会甲当选的公告打给你，半点钟来贺电就到。所以这个中选会这个主任委员黄兆祥要去你打这个广告吼，两边拿的个，一个阿妹要打，你拿的挡不了打，底下客家玻璃门拢弄破，好吧？打去需要拿的拆掉，但是迄堪的拢连拍，啪就打去，迄动作就随起来，传真去到美国白宫，好点半点钟来搞。所以拿赢这些霸占凯道啊，霸占这个中选会，这些人就溃散就散去，伊怎讲？头家承认即马即个新的总统是陈水扁啊，佫乱无效啊！头家都已经承认讲即马即个合法的选出来总统是安尼，较准平定准散去哈。所以是美国咧做头家哦。迄阵呢，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较早是用命令指定你啥物人来做。你甲当作一间素食店的迄个
美国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较早用一般命令命令什么人派去你遐做总经理，吼、哦，为梁蒋、李登辉、陈水扁，到李登辉时，1996年开始，互恁用选的，新的总经理，互恁台湾人分公司来选，迄个选李登辉出来，吼、哦，过来选的陈水扁。但你选到，就是美国开始在拍好电，甲你承认讲，吼，你会当做即卖新的总经理，即卖互恁台湾人甲你选的，吼、哦，这干那这个意思，哈、哦，好。过来，咱来看军事基地对比。头拄仔咱咧讲哈，菲律宾有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有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过来琉球的加索那空军基地，甲拄仔比对对嘛讲普天间基地有啊，哈、哦，过来古巴的关达纳摩湾基地，哦，比对对嘛讲，即种99年加99年，来，过来咱台湾有。青山关港的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甲看，这四个所在拢是因为美国去看人修建、占领了、占领所设的基地，吼、哦，哇！这以上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吼、哦。所以为者你买单看了讲，咱真正有美国军事占领。那么，伫1979年，因为美国要跟阿强啊建交，因为迄阵美国伊个战略就是讲要围堵苏联，联合次要敌人中国来打击主要敌人，这个苏联。苏联真正迄阵迄个雷根创造个，好、哦，雷根总统迄个创一个星战计划有无？讲发射卫星去。太空，啊，为太空迄个卫星会当射镭射，直接镭射是光柱哦，你无没有无时间反应，无像讲飞弹洲际飞弹爱飞要几点钟，较为美国飞到苏联，啊，就苏联飞来美国的核子弹爱飞几点钟，唔免，迄呐镭射射了迄种瞬间光速，你根本无时间反应，所以苏联惊到要死。而且雷根哥透过伊个情报系统放假消息讲，阮已经特别成功啊，已经咧实验哦，射击要开始要试射，要射镭射炮。所以苏联哦，集结所有的科学家、发明家，动用全国的力量要弱，因为伊知影讲伊已经办几啊年办美国，那迄个美国先发明出来吼、哦，就惨啊，伊无法度。拍呀！因为较早是两边拢关注弹，吼、哦，美国只真万粒，苏联遐万几粒，但是两个拢唔敢起迄个无当按钮，安那去了拢保证将毁灭，所以有这恐怖平衡，你也唔敢发动，因为发动了，因两个国家所加起来即个关注弹，一定甲地球毁灭700-800次，啊，拢死了了啊！拢无人啊，可能地球嘛炸到拢脆糊糊啊，吼、哦！所以两个拢唔敢发动。啊，因为安尼关系，苏联的人力、物资、科学家拢去做这个无路用的工作。因为你发展这武器，无生产咱属于自行要用的物件，所以苏联的经济一礼拜一礼拜歹到人民无物件好食，起来抗暴，总甲苏联变过个无？苏联总。解体哦，解到变十几个国家哦，是安尼。含这个雷根的星战计划，原来是原因之一哈。好，过来咱大家上个上重要的两项，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咱只第一个重要就是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这咱秘书长完了大概有讲的哈。啊，咱来伊拉克做例啦哈、哦，伊拉克。是英国跟美国这个联军在2003年3月19日开始攻打伊拉克，啊，无三个月哈，在2003年5月才接到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进入剩余的占领期，就美军入去占领，
用军事通敌，用军事监护底下咧通敌伊拉克，即个叫做先伊个占领期，都无够少见啊！但恁若无反抗，我美军也袂甲你主动甲你拍，吼、哦。那么，第五个就是联合国的承认，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等于占领军的军政府吼、哦，有权力来管伊拉克啊，吼、哦，联合国也承认，吼、哦。但是你要看。到2009年，哦，差不多六年后，英国军降级撤军撤退。那么美国呢？在头八年后，2011年的12月15日，换美军降级撤军，敢若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啊，你也想，迄阵去，伊美联军去拍伊拉克，上少要开6000亿美金。哦，这是账面上看有的，哦，啊，死遐侪美国大兵，啊，遐侪装备派去，伊个嘛，烧钱拢个物件会炸派去。安尼个情形下，美国占领伊拉克，竟然无把伊拉克变作美国个51州伊拉克州，啊，是咧拍火大啊，拍牌还佫走，啊，开遐侪钱，啊，遮钱要向上讨，哦，啊，这就是。国际战争法有规定，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哦，就是安尼。所以你只要美国，你爱照国际法，你是世界的老大哥，你老大哥若无要守法，安尼下骹人嘛不爱守法，吼、哦，下骹其他国家嘛不爱守法，吼、哦。好，过来，啊，拄啊，这嘛应该个先发讲以色列，哦，去年7、8月，以色列佮佮咩个巴勒斯坦，哈、哦。佫发生冲突，以加沙走廊无？加沙走廊迄当时是以色列占领，然后遐开垦做屯垦区有无？因为遐拢较沙漠所在，欠水，所以爱做一挂道路、水道。因为你若要生产农作物，绝对爱有水，所以以色列发明一挂滴灌系统、自动灌溉，迄底下设计啊做好。伫遐占领38年，派作者以色列农民去遐种植，但是占38年后，嘛是伫联合国的要求之下撤退，开遐侪钱，设备拢做好啊，啊38年后嘛爱行人，嘛撤退，啥物原因？就是占领袂使移转主权，迄块土地毋是你的，就毋是你的，你占到一段时间，你嘛是爱离开，吼。所以中华民国用来台湾，代替美国占领70年啊，伊拢唔走。所以美国本来要甲咱看咱只个法律个台湾国际地位即个真相，要甲咱看100档，无想到讲60档就好，咱秘书长甲变出来。哦，所以即卖美国就爱咱甲告了，美国爱配合咱吼，配合咱个进度，啊，咱嘛爱配合美国准备要重返亚洲即个进度。叫咱赶紧训练4000个，哦，将来咱民众执政，咱就教咱台湾人的意思。那台湾人咧管台湾人吼，绝对比个中国人这三流的这中国人佮好几啊倍吼。啊，而且咱有咱的母国日本来甲咱指导，啊，嘛有先进的国家美国，好佳哉咱拄啊有美日这两个世界第一流的国家，第一名、第二名，日本第一名，美国第二名。你甲恁以后来甲恁教，咱绝对台湾是真正正港的报道。我常咧讲，台湾你个国民党来台湾歪70档，佫歪袂倒呢，你看有厉害无？好，所以真正是报道歪袂倒吼。伊安尼钱撒了乱开，你看，郝柏村因囝，郝龙斌，讲郝台斌啊吼，花博讲开要145亿，迄阵佮像。那苏金昌讲啊，伊差不多15亿就要甲去，就要甲办好啊，安尼。啊，因人样啊？因就是咧知影讲，因搁在台湾歪哥无偌久啊，即马咧歪吼，咧骨咧乌拢乌足深的啦，哦，一声拢几十亿、几百亿个咧乌的吼、哦。所以你啊看，马英九做台北市做8年，敢有啥物好个纪念互咱？伊敢若呛讲伊做猫人，伊做无偌久起，好无？迄种偷工减料嘛，都100块的预算，差不多30块，真正做建设，剩咧70块，
为高官到下骹，伊分安尼分去吼，分了了去，迄品质袂太好，吼、哦。你看，换郝龙斌做八年，迄、那个公车专用道慢研究设计设立的，郝龙斌唔敢拆，柯文哲去两工就甲拆掉去。台湾人有台湾的日本精神，那个气魄，唔对，唔对，直接就卡掉啊！有无？我做欣赏柯文哲的，伊真正是正港台湾人，二八个受难者的家属，吼、哦、啊！伊吼、哦，我咧怀疑讲，伊讲有雅思伯格症吼、哦，我看是一半真一半假，伊利用这个吼、哦，都假啊，唔知啊，我都跌浪啊，啊，我都雅思伯格症啊，我都直接都讲出嚟啊。阿曼叫做唔对，郝龙斌唔敢处理，唔敢讲迄唔对，其实啊，这个唔对，八年拢无咧用公车专用道，伫迄个火车站头前迄、那个吼，中号线咯，直接就甲拆掉。吼、哦，啊，你看，今麦咧调查美俄事，你马曼叫伊出来，吼、哦，啊咧调查今麦什么，这个大巨蛋遮有啊？以前郝龙斌拢唔敢办的，今麦柯文哲，伊讲，干那我起来吼，干那咧收尾，我都收袂完啊。就要差不多开一年的时间，如果要重新整顿了，这台火车较使会行。这链啊，拢搭链啊，拢螺丝搭了了，拢爱扣个灯来倒倒好，较唔要使会行。即卖拢咧做即款装配修理的工过啦，因为迄螺丝拧了了，唔是拧了就会落去啊。吼、哦，国民党吼、哦，好佳哉是伫报道呢。国民党今仔日若走去菲律宾哦。哇，夭死啊！吼、哦，台湾人太勤、太骨力、勤强，所以咱拢讲台湾牛啊，戆戆啊犁，人叫咱犁就犁，咱叫咱做就做，啊做做纳税金，国民党咧开啊，安尼。所以台湾的问题就是拢为中国军撤退来台湾，所以我准调讲说的台湾主问题。日本人，咱迄阵拢。迄个日本人管管作严，甲一个台湾人袂欢喜，啊有台湾意识个，拢会骂讲迄日本狗。但是日本狗足重这块土地，伊真正对台湾吼，足好啊咧顾这个家。日本时代拄啊建楼迄阵吼，台湾的环境足好个，客人拢要鱼啊虾啊，贝壳拢足济。我囡仔袂枵死，我做囡仔吼，我出去饲牛，我炸一个东宫迄阵。美国的牛粪粪的干啊，只要炸起出去，牛放了食草，我落去呼吸啊，抓鱼啊，抓四卡，抓迄个贝壳，我落要煮鱼啊汤，还是烘贝壳拢会使，袂枵死。客人吐鱼有够侪，好、哦、啊，但是你看，所以尾啊，这物件一直卖，就是讲台湾。中国人来了，干呐叫咱拼经济、拼经济、拼经济，拼到空气污染、河川污染、土地污染，一挂溪内底无啥物鱼啊，即马剩两种鱼啊。较早阮的溪内底鱼啊二三十种，即马差不多剩两种，一个无钩鱼，搁一个变色鱼，好无？迄种污染嘛，啊，无钩鱼是照讲是会食点，但是迄河川拢。做滴农药残留啦，甲化学嘅物件吼，迄鱼仔拢本身拢真了，家己鱼仔本身嘅肉拢有毒，有重金属吼，啊当然袂食滴。诶，上啊，对 对， 對，哎、啊，迄就是毒啊，嘿，嘿，对 对， 對，可怜啦吼，所以我做囡仔要真好耍，啊，我囡仔若做囡仔头王咧，我若带。一挂小朋友吼、哦，按做去讲塔班鸟巴啦，塔班山啊，做囡仔吼，无安尼无好耍，一塔班来较好食，佮爱佮方法，爱有主人吼、哦，举锤啊安尼捉吼，好足趣味的，足刺激的。嘿，对，我一介意甲阮姐姐甲塔班山啊，啊，即马看迄条山黄啊，哦黄头好，今年也毋捌一条黄山，脚打山啊，一直打一直要办。就要摕着，料要劈我载落来，
下骹佮阮姐个佮拢正往来，气压个擦甲规身躯。下下讲到位啊，吼！啊来回归正题，啊，咱来讲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吼、哦！流氓中华民国政府无可能在台湾就地合法。你若要合法，佮恢复你个国家，你就要像迄当时个法国，法国。其实世界在迄个德军吼，闪电战安尼无偌久了，迄个占领，迄阵个戴高乐将军率领伊个军公教人员一部分流亡走去英国个伦敦，所以叫做法国在伦敦，拄啊中华民国在台北，讲意思，拢流亡，迄个走路哦，戴高乐带走路去伦敦，嘿。阿泰大哥无无伫伦敦遐做总统、做首相来管英国，阿奈走路蒋介石来台湾，准直接来管啦。好、哦，你那蒋介石你嘛恁中华民国要个活起来，只干来会当恁家己个，咱卖参加哦。因咧看个咱拢用加工爱反攻大陆无？哎、欸，好，迄阵咧为像个东西啊，杀猪拔毛。反共抗俄，有无？迄阵杀猪就是朱德，毛就是毛泽东。嘿，啊，即马改成呢？你好，马英九吼，伊即马党主席提了，即马话迄个朱立伦咧做党主席，啊，毛志国咧做行政院长。啊，美女专辑，我想那话题啊，杀猪拔毛。好啊，这是题外话哈。好，伊那真正要中华民国要搁活起来，因为中华民国已经1949年死啊，啊，若要活起来，伊就要真正因家己中国人在台湾集结兵力。去反攻大陆，爱先攻哦！啊，伊等于南京，南京有个中华民国总统府，伊爱会当重新升起，安尼会当。大概落伫战后，靠盟军吼，甲攻啊甲德国拍败了，大概落甲伊爱流氓个将个带到等于巴黎，吼、哦，巴黎个瓦开，法国个瓦开，吼、哦，啊你中华民国要瓦开，你爱去等于南京。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伊来台湾，佮等于美国派伊来过台湾这栋大楼，蒋介石又派来伫一楼的迄个管理室，吼、哦，伊咧做管理员，伊做管理员，因为伫遮做70天啊，啊，中华民国的总统来遮做70天啊，无可能讲伊管70天，这栋台湾大楼变做伊的。无可能，你做管理员，你永远就是管理员，哈、哦，你了解无？所以无可能就地合法，伊只是来台湾替美国管台湾呀，伊无所有权证啦，哈、哦。好，过来，下个冷气无啥会冷嘞吼，啊，我电风扇开较大。过来，咱来以吐蕃做例了哈。吐蕃达赖喇嘛率领伊的一挂重要干部，哈、哦，离开伊的西藏，逃亡去印度的达兰萨拉。啊，这个达兰萨拉是美国替去向印度租的所在，哈、哦。啊，伊人口，伊的土地差不多。无到40平方公里啦，哈，人口差不多嘛，无到20000人。但是伊底下嘛有运作伊个流氓政府。那么你来看，吐蕃因底下咧选因家己个总理个时，印度人敢有去参加流氓个吐蕃因咧选总理无呢？啊，蒋介石流氓来台湾，
因为选一个流氓的总统，啊，咱台湾人煞去堪伊咧选，做伙选，咱堪伊无共讲呢。我看到日本人迄个中国人赶转的吼，离开台湾，啊，阵拢讲，拄开始拢讲日本教无，即马日本教走，教去，换中国猪来，教去猪来，好无？现在甲因讲做猪，因发现讲因来吼。哦，真正卫生作歹，吼、哦，啊，因拢随地大小便，嘿，甲即卖安尼呢，莫是给咧配他们咯，吼、哦，应该先无配他们咯，敢那话讲袂出来款，所以那迄个中国活着拢衰，吼、哦，啊，土博吼、哦，啊，你也想。会使安尼讲啦吼，敢若讲像台北人拢讲中国城嘛吼，也有人讲叫做猪窟啦。啊，中国猪，因咧选猪王，或选总统啦吼。啊，咱日本教去看猪咧选啥物嘛？吼、哦、对不对？用安尼比例较清楚嘛。因是猪国咧选猪王，啊，咱日本教那咧看因咧选。所以咱即马，如咱若摕迄个身份证去到投票所，去领想领选票，咱就先输一半。你承认你是中国人，你唔该去遐领选票，对不对？好，啊，法国头拄仔讲过啊，哈，好。好，那么美国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政府占领台湾已经七十年，哈。那么因为咱秘书长林志升2006年的十月。二十四去告美国，哈、哦，啊，那么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有判决，哈、哦，他都啊，哎，那张南比如有讲有五点，哈、哦，那么该独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无妨啊，好、哦，咱比如讲，哦，做哩第二难毛讲，差不多应该过半年，哈、哦，美军就要入来，哈、哦，好，那么美国军政府核发台湾身份证，伊的法院是啥，哈、哦，咱发一张啦，哈、哦，将来这张足重要，就这个。有一个分类 class 哈、哦，这个分类哈，那、哦、本土台湾人会当摕到 TW 这个身份，将来等下有这个身份的人，较有资格参加咱台湾民政府接政权了的选举，哈、哦，也是做公务人员、公告人员，无军啦哈、哦，因为阵咱比占领所在是无军队，哦，所以将来的选举也是要公道。就要有这个 TW 身份人才有资格，啊！你选举无论你参选去做候选人，还是去投票，就要有 TW 身份才有资格。所以将来就无蓝绿对抗，没有蓝绿对抗。好，这样知道吗？哈！以后所有的台湾的事务，就由我们 TW 身份的本土台湾人来决定，好，来公投，好，或者是选举，或者做公教人员、做公务员。或者做教师，以后中国籍的教师，等我们的人员训练好，他们通通要退下来，都要换掉，他们没有资格继续在台湾民政府里面做公教人员啊，所以就没有误人子弟的事情。以前我们在学校读的教科书，还有接受中国老师在教的，都是中国的有毒的思想啊。我以前读。高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空军的那个老师哈，他教电子学，他讲的声音我都听不懂。伊讲金口固，有人听有金口固啥物物件无？电子学内底物件，金口固啦，真空管。你看你敢听有？啊！伊讲边啊机，边啊机啥物啊？我冇听无啊。所以我的电子学拢我甲你读个。边啊机或者变压器啊。啊！你听无？这真正误人子弟。我本来对英语嘛做有兴趣个，但我英语都学袂好，嗯，就是老师出问题嘛。老师都发音，家己都发袂标准，你嘛咧教英语咧，啊，都惨嘛咧。所以
日本人照料台湾人较怀念哦，还是日本教较好。爱讲猪就是伊迄边来讲猪，就讲因来拢甲环境弄甲乱七八糟，足脏乱的。日本时代建设足严，日本的建设嘛足有威严。日本的建设迄阵讲叫做建设大人哇，警察大人，叫做大人，就是他很有权威、很威严，也比较公正。就是讲伊话是叫日本的法治那个管，当然无法度讲百分之百哈，但是基本上就是拢这个方向。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甲咱管五十冬，和咱台湾人脱胎换骨，和咱台湾人修法、修时间，好啊，修信用，这三，这人民的素质，这三就足重要。你若有修法，就是表示讲你这个人有照规矩来嘛。修时间就是你有尊重对方，咱也通约，袂使迟到。休息间，你干那看火车就好啊！日本人的火车咧讲上加满分，换中国人来管台湾，因的火车拢讲误点，一分甲一点是六十倍呢，好无？咱较早拢嘛讲满分，无人咧讲满点的，吼、哦！安尼就知影。啊，讲信用，阮爸爸伊代讲出去就是准话啊，讲出去答应人较惨死，就只做甲到。唔免写契约，就拢做甲到。即马中国人来了，合约书一本只交，佫出代志，这就是无信用伊啊嘛。讲一套做一套，中国人就是想要创一波的嘛。哦，头前拢讲到安尼，足好听，后壁乌一空互你跳。哦，所以就要有 TW 新闻人，将来他会当做公告人员去参选。哈、哦，那么后壁头前。头前这个号码吼，跟咱摕到中华民国身份证号码是同款。啊，你会讲安奈咧用，搁用中华民国系统，歹者。这个号码是当初美国要求中华民国来台湾的时候，叫人来用这个统一编号的啊，身份证统一编号。所以咱会当继续沿用，因为这嘛是美国的系统，啊，但是为着要搁查证，啊，咱美国军政府民的台湾民众。嘛是各有另外一个后边各有一个编号，哦，双重确认 （double check） 啊、哦，好 ，OK， 好。那么头拄仔张先生讲，以合法的依据哈、哦，合法的依据，因为头拄仔这伫只作势是看无，我甲放大，伊是根据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甲台湾关系法，好、哦，啊，佮有美中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甲美国君主政府管辖下，台湾民众参与所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哦，好，哎，咱是根据遮，啊，你可能会对这个有意见，一个中国政策，啊，阮中华民国呢？哦，有个人会安尼，有个人会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这就是读个阿无清楚。一个中国是全世界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大部分170多个国家拢承认，为代表合法的中国的政府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已经死啊，向由毛泽东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去啊，所以已经无中华民国啊，哈、哦。所以是一个中国政策，这是对的。一个中国，台湾是台湾，咱台湾是日本的台湾，唔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哦，一点要清楚，做者人会讲。那一个中国政策，进民进党要跟你回一个中国政策呢？要搞不清楚呢。中国是中国，台湾是日本的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台湾。不要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哈、哦，这点咱大家爱清楚，哈、哦。好，啊，这台湾有水无？哈、哦，足水哈。这2008年十一月，我去爬山翕的，翕了我无想到讲今仔日会才用得一张啊，哈、哦。水都水啦，啊都。可惜拢咧做人的基地，哈、哦，这个是一个九鹏湾的飞弹基地，啊、哦，咱中科院也发明新的这个飞弹，拢会来遮试下，哈、哦，而且管制非常森严，无多入去，哦，迄李总呢，哈、哦，拄啊伫台东的这边的太平洋啊，哈、哦，而且真正拢足水的，台湾真有够水的，搞不好迄阵牡丹虾事件。
迄、那个传染遐人，搞不好就有只爬起来了，哦，迄、那个不一定，哦，好，那么我今仔就讲到这，多谢各位，以后有机会再向各位报告，多谢各位，谢谢，大家注意拍片，哈、哦。